台北市建国路南高架桥下，坐落着台湾地区最大的一处玉器市场。每逢周末，这里总是挤满了顾客。在这个市场里，除了玉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物珍玩供人挑选。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青铜器、瓷器太过昂贵，书画作品一时又难以入门。这些用玉石做成的小工艺品，大多数只要新台币一两百块钱就可以成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就是最大众化的艺术收藏品了。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台北故宫的展厅里陈列各种珍玩的柜子前，也总是挤满了参观的民众。在他们的心目中，台北故宫最著名的两件文物就是红烧肉形状的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它们惟妙惟肖的造型和细腻精巧的雕刻工艺，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所有的焦点大家都直接跑到三楼去，三楼主展馆面中间就是翠玉白菜，永远都围了一圈人。但是在曾经担任过台北故宫副院长的张林生女士看来，肉形石和翠玉白菜却是很普通的文物。倒过来看，它可以残退以后，它就长了。每当她陪同来宾参观台北故宫的时候，都不会特别介绍这两件小器物。你就会看到猪肉，你记得；看到白菜，你记得；看到别的东西，不记得了，因为跟你的生活连接度太低了。所以我带人家看的时候，我很少带人家看翠玉白菜，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很珍贵的文物，没有特别介绍的必要，那个你自己看就好了，不需要我们去解说，所以我倒对那个琢磨很少，对不对？因为故宫那么多重要的东西，我干嘛介绍一个最年轻的东西？从2005年开始，台北故宫与台湾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数字典藏科技计划，目的是运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多媒体技术来全方位地展现文物。在台湾大学信息网络多媒体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洪一平教授正在和助手进行这项工作。虽然学者专家的研究重点和普通民众的喜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这项计划所选取的五件文物里，传统意义上的重器仍旧只有毛公鼎，剩下的四件文物分别是翠玉白菜、转心瓶、象牙球和雕橄榄和小舟这样的小器物。那时候就会类似像那个核桃小舟，我们就很有兴趣，小朋友特别感兴趣，怎么在那小小的一块核桃的背后可以把苏东坡的这个后赤壁赋啊整个都把它雕在上面，对那个就特别有兴趣。今天这些被称为珍玩的器物在台北的展厅里吸引着大人和孩子们的目光，他们的身上都凝聚了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工艺，穿越了时空，震撼着现代人的心灵。但是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些小器物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历史。桂纶镁是台湾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艺人。2005年，在以台北故宫为故事背景的影片《经过》中，
他饰演了一位在台北故宫工作的义务讲解员。在现实生活中，和许多台湾的青年人一样，桂纶镁对于展厅里的那些文物还是有着一丝疏离。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进去看可能真的是走马看花而已，你就是看看文物，其实并不会真的了解到那个文物背后的故事啦，或者是文化啦，那个时代的背景啊什么，其实并不会那么清楚的知道。今天的台北，喧嚣的街头依旧显得那么的繁华和匆忙。也许只有在外双溪的展厅里，才能够拥有一份难得的从容与闲适。这些巧夺天工的珍玩器物，静静地躺在柔和的灯光之下，在昔日古老的紫禁城里，这些珍玩曾经伴随在不同的皇帝和嫔妃的身边，在寂寞的深宫里见证着昔日帝王生活的细节。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窥见漫长的大历史中生动真实的瞬间。现在，就让我们去追寻他们背后所蕴藏的故事。清代皇帝每天清晨5点就要起床，起床之后，照例由太监照顾洗漱和更衣。清代皇帝的衣饰根据季节的变换有着严格的区别。与明代帝王不同的是，清朝的皇帝在上朝之前还必须佩戴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佩挂物品，挂在颈项，垂于胸前。朝珠一共有108颗，每27颗间穿入一粒大珠，大珠一共有4颗。根据《清会典》记载，普通百姓和文官5品、武官4品以下的官员是不能佩戴朝珠的。这顶乾隆皇帝戴过的夏朝冠，又俗称为凉帽。它是由出产于中国东北的玉草编织而成，帽冠外面用白布包裹。清代的冠饰传承元代的礼制，像这顶皇帝玉冠，冠顶的金龙各衔着一颗朝珠，一共有3层，而且在冠前是有金制的佛像，象征着皇帝不同于凡人的神圣与威严。清代的帝王经常会佩戴香包，香包的造型多变，有花篮、葫芦等形状。这件青玉镂空双龙戏珠纹腰果式香包，由青玉镂雕做双龙戏珠，内盛的香料可由镂空的缝隙散发出香味儿，制作十分精细。相比于皇帝，后妃们的洗漱就要繁琐多了。在这之后，他们还要进行精心的化妆和打扮。这是清代嫔妃用来装置修容用品的修妆匣，应该是欧洲制造，通过外交赠礼的方式进入宫廷，也有可能是广东地方官员向国外购买之后再送入宫廷的物品。在这只长7厘米的小盒中，装有铜镀金粉盒、小刀、
眉毛夹、粉刷与眼影等化妆用品。金嵌珠宝戒指，金嵌珠翠宝石花卉耳环，银镀金嵌碧玺珠翠花卉簪，这些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清代首饰，也都是当年宫中的日常用品。簪是古代妇女梳理头发时所使用的发饰，兼具固定发髻和装饰的效果。这款细长条状金蕾丝嵌珠龙首簪，可以侧插在发髻上，露出龙首的纹饰，金碧辉煌，秀丽细致，衬托出皇家嫔妃的奢华气质。而这对玳瑁嵌珠宝花卉指甲套，制作精美奢华，其实就是用来保护嫔妃指甲用的。清代嫔妃的指端经常留有长长的指甲，比如这张照片里的慈禧皇太后。早晨七点，皇帝进早膳。清代的皇帝每天进两顿正餐，分别称为早膳和晚膳。皇帝用餐的器物大多十分精美。实际上，每天两顿正餐是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的。随时为皇帝提供饮食的补充自然格外重要。这个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四层透花提食盒，就是为皇帝平时携带食物所用的。它的象牙片十分薄，纹饰繁复而精细，染色淡雅多彩，令人不敢用力碰触。在台北故宫收藏的珍玩当中，各式各样的鼻烟壶格外引人瞩目。鼻烟原产于西方，康熙年间由传教士敬献给皇帝。从康熙朝开始，细心的臣子也许会发现，皇帝在问话时会时不时掏出一个制作精美的小瓶子，从中舀出一小撮东西放在鼻子下面吸食，这就是鼻烟。从那以后，闻鼻烟和把玩鼻烟壶成为清代上层社会的一种风气，而盛放鼻烟的鼻烟壶也成为皇帝把玩的精美艺术品。它们的质地也越来越多，瓷、玻璃、珐琅无不制作精美。有意思的是，同为烟草制品，吸烟的行为在清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是被明令禁止的。到了清代晚期，统治者的爱好已经不是鼻烟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西逃。河北怀来县知县吴勇仓促接驾。在他的回忆中，慈禧一边吸着水烟，一边和他谈话。而到了末代皇帝溥仪那里，他和妻子婉容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是像普通人那样抽着烟卷的照片罢了。对于清代的皇帝而言，最时常见到和把玩的恐怕就是如意了。处处坐之旁，率臣如意常，这是乾隆皇帝所作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在宫中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如意。如意是由中国古代的爪杖演变而来，所谓爪杖
就是用来挠痒的工具。它的材质有玉石、金银、木雕和象牙等等，寄予吉祥与平安。如意出现在宫廷生活的各种场合，也被用来赐予朝臣和外国使节。它主要是我理解啊，它是一个吉祥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后宫里头，就是在桌子上啊会摆一个如意，或者是在皇帝上朝的地方宝座上摆一个如意，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大家见面可能都会说希望你万事如意啊，事事如意啊，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其上好之，下必甚焉。在皇帝的带动下，清朝的贵族大臣们纷纷收集各种名贵的如意。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驾崩，宠臣和珅被嘉庆抄了家，从他的府邸中搜出了1000多个如意。15天之后的2月22日，嘉庆皇帝格外开恩，在他的旨意下，和珅在狱中自尽身亡。这些如意，并没能保住主人的平安与吉祥。